演羅漢門的黑虎拳。黑虎拳屬少林拳系的近身短戰拳術，透露短小精幹，演練時要求勁力迅達，功架規整，套路由衝、架、抄、撩等，拳法以挑、按、虛擊、切、劈、揞、掛等掌法及夾爪、順爪等爪法配合，蹬腿技法組成，套路直線往返，技法進退自如。接下来是